我们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呢，这么美的景色，一定要配合最传统的歌谣。我们要谢谢我的家人在那边邀请我的大哥大嫂两个阿姨，然后我的侄女三哥，谢谢你们这么挺我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有这个表演，他们说哎，我们也来帮你唱一下，我说好，太好了，你看他们穿得这么漂亮，给他们掌声好吗？我们是来自这个泰安部落大八六九，在这边有很多村民有在这边 ，Hello， 挥手一下，亲戚朋友都有来，嘿、hey ，听说明天就是整个村就会移动的意思吗？好，哥哥，昨天好像有一点点紧张，但今天应该还好，好不好？给他们掌声，他真的很紧张。没问题，我们先来唱阿拉木，好吧？阿拉木的意思是大家一起来的，所以你如果对，你有没有站起来跳舞，好吧？来，阿拉木，呀呼！声音非常的洪亮，哥哥加油！大哥很害羞啊，大哥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忘记要唱什么哈、哦。啊，好，下一首，准备。哎呀，哦哎呀，哦哎。
掌声啊！